这几天可能都打人吧，我打到六级之后，我才会再去打豆腐，因为我现在排名太高了，肯定是要坐椅子的，我不想等。小丑，你要因为我打完那几天有人没打，我看了几眼排名又上去了，我只能让他掉了。为什么半天不拉锯啊？拉了，没有鸟，没有鸟，这边可能不行，上水。哟，可以啊，修啊！我以为那个10秒 CD 还蛮好。再来一瓶，牛逼！闪现交了，可以，这调香师秀起来了，拖的时间足够了。然后应该是一阶距断掉一个，那又要等个12秒，又能拖12秒。差不多，三台，最少三台，娃娃一台，结实一台。然后这边我救人不失误就行了，就差不多完美了。这事不要紧，那得扛到死。还是背了一下锅，我是直接扯的。补机子行。魔术师是最后一台。别摸，打了钻的，这边也不需要你救啊，完了，炸了，哎呦，这个魔术师不应该过去的。直接把这电机补了，就大心脏了呀。那现在就又得靠调香师来拖了。哎，但是小丑以为这电机压好了。哎，小丑以为这电机压好了，他把机械师挂了，那你炸了呀？自己交了。哎呦，给机会了。这就没机会了。魔术师救人被震慑了，这把魔术师有问题啊！祭司都说了要去救人呢，他这边又要我去救人。
能扛，他虽然没一刀，但他有神心。修。好好，挽救回来了。其实这把小丑赢了，这波魔术师不应该过去的。这结石怎么这么卡呀？又是小丑，小木屋有电机，我觉得这电机可能要有人来抢的，先修一会儿吧，先占个位置，有人来就让吧，然后往三连那边跑，因为废墟太远了，跑不过去。小丑这边还没拉狙，没人来抢，那电这电机应该是我点。小丑带着风窗一刀，没有张狂。他如果想拿我开技能，太难了。这小丑在干嘛呀？他带个风窗一刀，那估计带的是闪现了。只有闪现了，因为他需要打两刀开技能。OK， 这小丑炸了，他唯一的一个战斗具打到魔术师分身了，然后还被盖了一板子。我这电机能修完，那闪现开一刀你还开不了具。哦，你开了，推进器装了推进器狙了，但这边你又没狙了，又装了个推进器，亏炸。这波魔术师没分身了，也是个无限狙，好有钱啊，动不动无限狙，然后去板子了，然后这小丑又没狙了，小丑没狙了，还被盖了一板子。到现在还是个刀子鬼，推进器都不捡了，上头了上头了，他推进器都不捡了，你看这边推进器都不捡了，今天就是要拿头把这个魔术师砍死。哦，服软了，他捡了那个医院里面的推进器推别人去了，服软了服软了。你看他知道他再追就炸了，他终于开出了一阶狙。其实他带这套技能，他就是想开局抓调香，调香回血，然后给他送技能，只是想的有点多，太不稳定了。带个张狂稳定一点，该追我来了，追不到别人追我来了，还撞墙了，又消费一个推进器。装个满配，你满配别装墙了。你刚才不知道在骗谁。还想给我上钻头。然后撞墙了，哎，太惨了太惨了，见过惨的没见过这么惨的。可以逛街了，这边电机都有人修了，没我的事了。他终于开出了二级狙，没有用，魔术师压机了。
电了，我的天，好快啊！那我这边怀表还没用，我觉得我还能补个四宝，只要他敢贪。我还有四个护臂，他如果挂这边我就贪，挂石像我就走。OK， 他挂这边了，把他带出去。溜了溜了溜了，是跑了。磁铁好一点，磁铁有摸人加速啊。小丑。胆子都下了，因为是小丑，他肯定要拉推进器，他敢狙我，我就敢吸他。好像没找到推进器啊，半天没拉狙。七月十在跑，娃娃应该在这个地方，还要跑墓地，墓地用头修，墓地没人，那应该小门一个，小门调秧。然后前锋在这儿，这是前锋，然后这是调香，这机器瓦巴我不知道，应该在教堂中间去调香了。调香师发信号了，在他附近，而且完蛋。下一个闪现死了，闪现交了，拉锯了，应该没死的话，那就是代表他用香水。我这边补前锋电击，前锋过去帮忙了。我不知道娃娃在哪台啊，那我就重新起吧。画质好，那是因为今天的那个播放器是 CSGO 的播放器，打 CSGO 用的，所以画质就特别清晰。磁铁满了，丢一个。谢谢小郎君的小心心。不敢签，有闪现。放下来了。斧刀打死的，哎呦，这人捡了我的磁铁，这都能装。巨板，好吧，送了个二级狙。我觉得我需要发个信号，完了，吸错人了。闪现吃
吃磁铁，可以长见识了。点啊，修灵性，指你一下。假装滑，我不滑，自己撞了，那就不关我的事。气得推墙。自闭了，再见了啊。今天的小丑都有点像马戏团那样。等我修完电机，我再把这个音乐关了。小门我修，张狂，张狂杰克，你不追我。我就想抓机械了，魔术师和前锋在都在小木屋，快走。让他拖一点时间，能拖一点是一点，让他赶紧转点。这边不用走，接着修。有张狂了，我就是两个分身没有交。他如果再经过我这里，那我就需要帮忙啊。把他隐身破了。追了，这边直接马拉松了，不能跟他玩板，玩板我就要吃乌刃。你又没隐身，不用怕，直接翻，乌刃还没好。那我回去修。磁铁我记得是有上限的吧，好像它不能像以前那样就随便丢了。不过一局十个好像也用不到那么多。什么情况？又来找我了。还不知道带的啥，反正嘛，只要有磁铁就骚扰一下，就把他打一顿就好了。这是前锋的，一号机没人修。被前锋干了一板子，我不知道机械师娃娃修的哪台，我觉得
我这台可以亮。亮了吧？电视在切来切去了，应该是娃娃电机。不是，娃娃在墓地，最后一台在墓地。我不用去了，我直接重新起，免得他手电机。哟，带了个金身，憋了半天不交了。那这边他们在修了呀。真能憋，真的憋个金身一直憋。憋到天荒地老憋。我不丢了不丢了，这波磁铁留着开门用。我再丢的话我可能去世了。点咻。让他远离门啊！不追，不追，那我撤。吃实体刀，刀都没吃着，蛇皮了。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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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折了一刀。屠夫在二楼，小丑，鬼屋二楼。这边修吧，他会从这边，他会捡鬼屋推进器推出来的，看他推起点还是推终点。然后等会儿我要用护臂去把板子下了。推我来了，准备走了。OK， 安全了，接着修。推帐篷的话可能是先知啊，队友都没发消息。这15秒消息又不要钱，发一下至少让我了解一下情况都不发的，发个消息感觉像是花了他们钱一样。娃娃死，他不发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，他们要死了挂哪的我都不知道，全都是未知的。好吧，发了，在鬼屋抓结实了。亮的默认调香吧。那鬼屋是先知，有帐篷那边是先知。还在鬼屋抓 TS， 我电机亮了。娃娃没交，先知还没修完，带的是张狂一刀，闪现也没交。娃娃死了，哦没有，他锯个板子而已。他是干嘛？不会想抢人救啊？
修炼机。完了，过半了，卡死就。应该不能跑的，跑完你就死。抽电机了，电机被收了。哟，可以抽完了，我这把还有机会啊。摇好了，哎，你这个大银当点的太不灵性了，完了，刚来一口，队友最近的挺给力的，这个坑了有。这就好了，把调香师挂了，推进器一找我全没了，或者是把限制赶出去没了，爬一下倒这边自摸太明显，我直，我真想躲一下就被发现了，你非要给个脚步，哎，投了，他是生怕屠夫找不到我，醉了，感觉像这个指路的太君这边走，然后我就被发现了，真的牛逼。一楼修，有人来就让，那游民要是刷到二楼的话，如果二楼刷电机了，那就不需要让了，直接去外面修，因为那电机没必要。不是红蝶啊，凤凰一刀，刷谁我没看，磁铁，往医院带了，应该有洞啊，祭司那边，祭司不给他打洞吗？应该及时回补吧，希望如此。
弹的是鬼东西。启动啊！我日招我来了！我也得去找祭司。我刚才摊了一手护臂，没打算交。这边一个人摸就够了。哎呦，这吃的有！不点进去，还差两台。魔术师正在修，祭司想修石像。最后一台石像，别往石像带呀、啊！这位大兄弟，完了，他要挂石像就炸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那无所谓，那我留，交给祭司救，没吃完了，贴门去了。哦，那我带你环游世界。他肯定要飞我。应该队友都能走，又是留我，日！谢谢吞吞的小心心，爱哭鬼。我这边有耳鸣，肯定在找我娃娃。我出彩了。娃娃死了，看到了。
磨不磨得好悬，试一试总是好的。磨不好，用上腿挡刀。扯不动了，二级火了，这有点难打了。前锋救不救得下来都是一个谜。撞了，丢把椅子拆了，三二一，行吧，那边还有椅子，那没办法了。救不救得下来是个问题哟。有一个人没修电机，挂我这，挂我这，挂我这就好了。够了，不能修，他肯定要找我来了，往这边跑，起点肯定有其他人。这谁电机抢一抢呢？这个就不能抢，碰一下。
哎，这个技术怎么回事？你再打洞就死了。我日，怎么不打洞啊？挂死球，希望佣兵懂吧。秒倒的话只能挂死球，不然平都比两平。传送啊！传送是什么意思啊？暂时不用给。估计要死，这边直接隐身了。给别人修，我走了。怎么感觉过半了？哎，被震死了，输了，第二局。不守，这么菜的杰克是怎么秒倒了啊？这不仅不认空了，还空三刀，我还吸了只鸟走了，技术还没救到人。有的保命吗？
还给鸟不该教，他坐上车了。确实挣扎而已，投了算了，又修不完。不打其实是单打我，投了吧，还坚持啥呀？累了。这边的话谈不了了，他要推我的话直接冲出来给他一枪就行了。各种鬼屋过来了，算了，我还是要省这枪，还是得省一下，能省干嘛不省。我日，那这边救人是救人就没什么压力了。抢先。飞进去啊，
东西，那我就直接救你撞东西。有人修了，我这边修不修无所谓的。嗯，还好多修了，防一手到手电机。直接点，把球用了，球用了，该走了。石像有，废墟有人，那这边石像废墟都有，看看黑面修哪台小丑。好像是在医院，黑妹在废墟，小丑在小木屋拉几句，先知应该在三连那边。这条枪，先知在这，这边三连电击，好像是回血了，鸟没给上，手速慢了。感觉闪现都不需要用，超人师就死了。但是有鸟，应该有鸟的话，可以给超人师再续一下命。然后就是黑妹修完去小木屋，先知修完去三连，我修完。或者是去医院里面，反正三连需要修一台，断了两个巨王。OK。黑妹懂事，黑妹懂事往小木屋跑了，我就看先知了。先知不会往三连跑，他跑不了，他只能往石像跑，但石像我修完了，那这个人是在逛街，现在逛街时间，去医院了，医院了还行。想靠位，那医院是最后一台，直接跟他合修就行了。然后调香师把他往废墟带，石像带就行了。完了，他非要往这个地方带，加湿吗？没有，一样能挂着。怎么非要往这边带啊？抢先没交，留这里。
修我修。你怕啥？三千空。你下板子干嘛呀？哎，你把他卡个位，卡个位他就不会死。有一刀。三跑屠夫在大房那边，大房附近，看一下什么屠夫吧。没动。哦，不在，那在角落。黑白啊。想飞沙包，从沙包飞那个大房子。娃娃要死。谢谢年糕的小心心。附装一刀，技能还不知道。切黑打黑妹的。那娃娃没死啊，娃娃还能修，谢谢 V 酱的小心心。娃娃掉了，不要飞了。我得去找黑妹啊，拿 buff， 有一层 buff 就好好打。发信号啊！擦眼，听见声音了，擦眼黑白，黑妹呢？也不发个信号，也没修电机，天知道在哪苟着呢。哦，被追了。哎，搞什么先知在干嘛呀？先知怎么半天没亮一台啊？终于亮了，这也太慢了吧！他应该被骚扰了，在大房那边被骚扰了。这把我得修两台。哎，好像够了，他娃娃在修，先知一台，娃娃一台没了呀。不走失，被厄运了。
不射院，我知道你他应该懂吧。多谢也送无伤救人。你飞你飞。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。扛到死。弹几招刀，弹几招，哎，弹得好。上一刀点的差点翻车了。现实都走不了了，拼了！小木屋，修一会儿人皇。黑白红毯那边，他飞我吗？怎么感觉是他蓄力啊？他在飞谁？应该是在飞三连的那边，不是飞我。他怕人皇是那个前锋，不敢飞。谢谢默默的小惊喜，真就飞我了。炸回去了，我娃娃死了，又要飞了，飞机械师，说完去补娃娃电机了，小门应该没吧？哎，我真的是服了，一脱手就炸，一脱手就炸，真的假的？又给炸回去了，
换一台电器枪。 马二没死，马二死了。如果死了，我再过去。马二没死，他也不敢签，手电机了，肯定是那个插了个眼，没点完。干等着，不如再去戳点东西。 点完了，这啥玩意啊？到底点没点好啊？也不挂人，也没看见有人受伤，在等啥呢？ 肯定手电机了，肯定手电机了，肯定手电机了，非要修一台，才逼着他过来。 反正他都赢不了了，何必呢？这么挣扎，你戴个插眼你怎么打？往里面翻。 投了。